上真地单飞戏台举办个人演唱会，完美歌喉先不说，开头的中文打招呼诚意十足。首先，非常感谢各位来到我的台湾个人演唱会。好，那我现在开始说韩语了。再问중국어였죠？이것마저외우기가너무어렵더라고요。괜찮았나요？今天呢，我会在演唱会。中间说几句中文，几句中文，其实我中文很好。结束演唱会之后，大家会在 SNS 上发一些感想吗？大家能不能为我说？说。OK， 这忙小编先帮小姐姐的中文能力必须录取认证。不过 ND 的能力再强，还是不小心被 Panda 们的应援声影响到，小小忘词萌炸天。怀孕的歌声搭配高强应援，完全100分。非凡娱乐台湾报道。